我刚才在门口，我跟 KK 我说，我们这次旅行其实没有 KK， 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因为我们显然你我都不属于能搞气氛那样的。KK 其实搞气氛很费心力，他今天说这话，我特别能体会到这个事情，他的能量释放出去太多了，他需要有一些补给自己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觉得这事儿呢，可能你们两口子之间呢，莫名其妙有一些小小的争执和错误的解读，突然之间他有点不太舒服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说心里话啊，我不怕陈杰不高兴，我其实特别理解 KK 这样性格的人，并且我们有共通的一个爱好，就是爱喝点酒。就我就说啊，我不相信老王不爱喝酒啊，老王也爱喝酒，我不爱喝，只是。老王，你真的挺有的。老王，你就问一下。哎，再喝，我这特别爱喝。干了，哎，干了干了。咱俩都是能喝酒的人，对吗？我不太能喝，但是呸呸，我不太能喝，但是呸呸。话题终结者，挑他。我要上厕所。你们仨真的是绝配。老王，你太可爱了。老王是谁啊？老王老是干这事儿。老王真的人间真实。